作为妻子，冯媛最让您满意的是什么呢？一个人呢，最重要的还是要这个啊，保留他的本色，本色。你这个不管你做什么，啊，本色很重要。你就是说这个历尽是吧，所有的之后，还是返璞归真的东西。尿了，尿了，尿了，尿爸爸一腿。